有时间就喝一些水，上个厕所，对排毒有益。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，不然的话，身体的器官会通知你，你需要补充水分。日子久了，到时候引擎病了，就是危机的时候，会被迫让医院和医生跟你开刀，就是要你跟你算医药费。有时间就喝一些水，上个厕所，对排毒有益。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，不然的话，身体的器官会通知你，你需要补充水分。日子久了，到时候引擎病了，就是危机的时候，会被迫让医院和医生跟你开刀，就是跟你算医药费。哇！有时间就喝一些水，上个厕所，对排毒有益。The bop-bop.